再帮我上去，这样。学长，你一脚换人工呼吸这样。不要啊。那你就还好。干，我要女生帮人工呼吸，我才不要你嘛。是吗？嗯。干不行，这样你们开不下去。啊，拜托你就醒了，你还把大衣穿上去。嗯。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向量。放了卫生纸。好。向量哦。没有，我想要就。小啦，还拿给他擦鼻涕干，你自己去六楼上。来，这个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向量啊、哦。那向量我会上大概两次课左右吧，向量上完。那上完的话呢，我们是测一侧。那这个最后这个这一侧的话。大概是五四个左右，可以把它上完。好、哦，这个空间向量大概是一次课，空间中的平面与直线大概是两次课，矩阵一次，然后那个两次，我们大概十一月中之前可以上。那十一月中之前上完以后，我们再是进第二轮的复习。第二轮的复习的话，应该就是，我会以写题目为主，好不好？哦，就是公式跟历届。然后你们的话，我还会有一天是给你们，就是在很多练习卷哦。那其中的两天的话，我应该会做不同的事情。一天是可能就是给你们这个讲解公式跟理解，然后一天就是给你们写模拟考这样子。哦，那如果你们没有来写也没关系，考卷都会给你们。反正这个我发愿是考前的话，大概给你们这么厚的考卷就行。哎，就这样就这样应该就可以啊。对，基本上来说，这个就是练习，东西就是一直练习。然后今天状况鼻子不太顺了，所以，中间有一些就是，啊，就是看起来不太舒服的表情或什么，就不要去管它，好吧？来，开始了。这个向量、啊、基本上来说，向量是利用有方向跟怎么样大小、哦、有方向跟大小，可以吗？那最常用的这个过程就是坐标化。坐标化的时候，假设这有一个点 A 点，这个点到 B 点，好，这我就直接讲了。这个 AB 向量怎么写？就利用 B 减 A 点。假设 A 点叫做 XAY。B 点叫做 XBYB 的话，那 AB 向量就是由 B 点减 A 点 ，XB 减 XA，YB 减 YA， 可以吗？好，那这个向量的长度怎么表示呢？就是 X 分量的平方加 Y 分量的平方，这 OK 哈、哦。好，再来如果向量相等的话，同学。向量相等的时候，它是水平的分量跟铅子分量一样大，方向跟大小一样。如果两个向量相等，基本上来说它是都是可以平移的，可以吗？它都是可以平移的，这件事情 OK 哦。再来反向量哦，负向量 AB 等于负的 BA， 大小相等，方向怎么样？相反，差一个什么号？负号。好，那零向量就是一个点，可以吗 ？AA， 可以哦。好，就是这样。那向量的加法跟减法跟系数集是不是都有在这里，可以吗？好，这个加法减法系数集这我就不多讲，这个应该比较简单哦。那这个第四个向量的合成跟分解哦，向量的合成分解第一个是三角形法，AB 加 BC会等于 AC， 这个 OK 吗？那是延伸一个平行四边形嘛，
平行四边形法是把一个三角形的一个边拿来平移。那这个平行四边形法跟三角形法的差别就是，平行四边形法在写的时候它有相同的起点，可以吗？像这里会有 AP 等于 AB 加什么 AC， 这个 AP 是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可以吗？再来第三件事情，向量的拆解。什么叫向量的拆解呢？你会发现这个时候以这个图形为底， AB 加 BC 是等于 AC， 可以吗？那反过来写 AC 是不是可以写成，不是写错了， BC 是不是可以写成 AC 减掉什么 AB？ 你可以从加法去看，把这个 AB 移过去， BC 是等于 AC 减 AB， 加了变减，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是由后减什么前，向量的分解如果要用减法做的话是后减前。那有什么好处？向量减法有什么好处？你在做向量减法的时候，很重要的是它可以创造出一个新的起点，也就是说你如果要有新的起点的话，利用向量的减法是很简单的，可以吗？所以 BC 可以写成 AC 减 AB， 也可以写成 GC 减什么减 GB，当然也可以写成 OC 减 OB， 也就是 C 减 B。 我们知道点就是向量，向量就是点，知道这句话在说什么吗？例如说 BC 在这里， BC 在这里，可以吗？ C 点减 B 点就叫 BC 向量。其实 C 点是什么？以原点为观察者的方向向量就叫做 C 点坐标，可以吗？哦，所以可以看成 OC 减什么OB， 其实你一直在使用这个东西，可以吗？哦，还有点是可以用来做加减运算，点就是向量，向量就是点，知道我在说什么吗？点就是向量，向量就是点。哦，这个平行四边形法来画进去的话，哦，再来如果向量的平行。向量是平行的话，一个向量就是另一个向量的梯倍，可以吗？例如说 AB 跟 C 柱是平行的， AB 向量如果平行 C 柱向量，我们在表示的时候可以这样写， AB 可以等于梯倍的 C 柱向量。如果你用等号连接插一个 T， 就代表它们平行，有相同的方向，只是差了大小倍数了，可以吗？可不可以？那怎么表示贡献？贡献的话怎么表示？例如说 ABC 贡献，贡这样子啊，随便啊， ABC 贡献。那如果 ABC 贡献能怎么写？ AC 可以等于 T 倍的 AB， 你只要有相同的起点又平行就是贡献，可以吗？这样 OK 吗？好，那贡献有什么特征？如果两个向量，讲错，平行有什么特征？如果平行的话，一个可以成另一个梯倍。第二个是坐标化，坐标化它们水平跟铅值的分量会怎么样？成比例，可以吗？哦，好。第一页讲完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练习。第一页的练习都是很简单的，所以我们来快快做。来，他说如右图哈 ，O 为一个正方形 ，ABC 柱 对角线的中点。这一题大考有考过哈，所以这个他拿来出。那里面有一些选项哈，这个我会多研究，我就会多讲哈。那觉得简单的就自己看。例如说第一个很简单，是对。AB 加 BC 是不是等于 AC？A 加 EF 加 FG 加 GC 是不是一样也是 AC？ 可以吗？位移嘛，对不对？这 OK 吗？记不记得这个连锁位移总位移的规则 ？ABC 柱
最后只看起点跟什么终点 ，AB 加 BC 加 C 珠，是最后等于 A 珠。所以一样的道理 ，A 一加 E F 加 F G 加 G C 是不是 A C？ 可以吗？可以哦。好，所以一是对。那第二个 ，A B 等于二 E F。OK，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同学，我写向量代表什么意思？代表的是 AB 跟 EF 是平行的，而且长度正少为两倍。同学，如果写向量代表两个平行，写个二代表长度是差两倍，那怎么证明它？这个是可以证的，知道吗？这是可以证，因为 EF 是不是 OA 跟 OB 的终点，对不对？所以 EF。等于什么 ？OF 减 OE， 因为是终点，它可以写成二分之一的 OB 减掉二分之一的 OA， 也就是把二分之一提出来，二分之一的 OB 减 OA 是多少？中减什么？后减前，所以是用 AB 向量，把它提出变二分之一的 AB， 对不对？所以这样子证，就证明了这两个是平行的，而且长度正好一半，可以吗？同学，这个，我想你们应该认识我很久了，所以知道我只要换季，我这个过敏就会非常严重。我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所以这个不用担心。讲这个是因为最近这个太多人感冒了，很恐怖。你也感冒了？没有，过敏了。真的吗？就是过敏，我们是过敏的。对，这种天气真的突然变冷，真的很容易过敏，所以你们应该，我们都应该这么熟，熟门熟路，应该知道我这个。我很常这样，但是就是还是要活蹦乱跳，好，那再来第三个是对的吗 ？AB 减 BC 等于 2B， 同学，第三个你要怎么看？第三个的话，我会把它移过来，减 BC 是往这边跑，反方向嘛，是不是正好偏跑到这里？所以第三个是对的。假设有一个 K。我令这个负的比 C 向量叫做 BK， 可以吗？那这时候 AB 减 BC 可以看成 AB 加上负的 BC， 也就是 AB 加 BK。那这个 AK 是跟 2B 一样，平行长度一样，对不对？可以吗？就等于 2B。好，大概是这样。那第四个是对还是错？第四个也是对的，这自己加 AB 加 BF 加 AB， 就是 AE 嘛 ，AE 等于 GC 是对的。好，请收。那再来第五个 ，AE 到了 BF 等于零。我跟你说，如果你可以买到一个药，你就买那个，虽然那个药很重，叫做替壳纸，一切替嘛，替壳纸。如果可以，就买这个替壳纸。为什么替壳纸？啊，替壳纸。既然我吃了替壳纸的话，这个。我之前有吃过
三颗嘛，吃完三颗以后，我大概就可以睡到明天中午。那个药它那个它很容易嗜睡，对啊。但是我大概吃两颗，我都还好，因为我这个意志坚强，所以这个各位都不用担心，只要不吃到三颗就不用心。然后大部分代表在喝红牛对吧？对。同学这五，这五是垂直看得出来吗？那你记回你是垂直，可以啊，你旁边写垂直好不好？A 跟 B， 每个人打喷嚏的声音都不一样。这为什么没有人去研究搞笑诺贝尔奖？但他们这今年研究什么的？袋熊大出来的大便是正方体。他们研究为什么？对啊，可能袋熊是 Minecraft 跑出来的生物，大概是这样吧。要不然我怎么解释？对啊，袋熊哦。好，回再来范例一到二。其实这几个问题很简单啊，但是我还是会喜欢慢慢讲，因为我觉得这个向量好不好哦，最主要是会分析啊。哦，讲太难的问题，一开始讲太难也没有给我。来，范例二的时候，这边有很多点，可以吗？在这些点里面，要用 A 跟 B 来表示下列的向量。同学，你们看这个格子里面 ，B 是不是在往这里走 ？A 是往这里走。那但是你们要记得哦，因为这里是有一个格的格线，所以我们通常会去利用二分之一 A 这个最小单位来观察，会比较简便，可以吗？那第一个 AB。A、B， 你看这个图，是不是有三个半格的，跟一格全格的 B？ 所以你从 A、B 这个图形来看的时候，叫做二分之一个 A 有三个，再加 B 有一个，可以吗？哦，所以等于二分之三 A 加 B， 可以吗？这样 OK 了。你们应该都还记得吧？哦，还是不敢想起来。哦，对，哈哈哈哈哈哈！你们听不懂啊？是啊，对啊。来，再来 ，A B 加 B， 注意要注意，同学。A B 加 B 猪，加注意。哎，这题为什么要你们看这个东西？他要你们验证这个东西，他就直接可以看什么？A， 可以吗？可不可以？哦。A 是几 ？A， 哎，二分之一 A 有四个，四个二分之一 A， 再加几个 B， 四个 B。最近你们压力应该蛮大的，这个。压力大的时候，你们要干什么？我告诉你，你们去看那个现在的那个政治新闻啊、哦，哇，真的是很精彩，你知道吗？但每天都比趴下来精彩，你知道吗？再怎么扯的事情都会发生，然后这个真的是，尤其是郭台铭不选了以后，你知道吗？哇，那个哎、欸，你知道郭台铭不选的时候感觉很像什么吗？你们有没有看蚂蚁在跑？有没有蚂蚁不是只要看到一个食物有没有？他们一直往前进的，然后会变成一排有没有？然后你突然把食物拿起来，蚂蚁说：“干，食物怎么不见？”然后就开始就乱跑，干就很像这个，你知道吗？这是超好笑，这是超好玩的，很有趣哦。这个真的非常舒压，你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政治新闻。第三个我来看一下。第三个是 A 一加一猪减掉 C 猪，哦，你们就直接加就好了，好吧 ？A 一是多少 ？A 一刚刚有算过，二 A 加四 B， 一猪呢？一猪啊，往回去五个啊、哦，
加上负五个，往回五，黄竹五，负五个二分之一 A， 再加几个 B， 再加一个 B， 减 C 珠 ，C 珠是几 ？C 珠哈，再减掉 ，C 珠是一个 A 嘛，两个二分之一 A。负的，嘉宾，就这样稍微算一算就好。好，那这个稍微展开来算一下，二 a 减掉二分之五 a。负负得正，再加 a， 加四 b， 加 b， 再减 b， 哦，所以算一算是变算式结果，约约这里三个 a 是二分之六个 a， 所以二分之 a 再约掉加四 b， 这很简单了，我就稍微算一下。可以哦，可以，那我们继续了，来，再往下。这个第三题哦，它这个就是一个一定每一本讲义都有的经典，我这个简单的大家都做一下。第三题，它的第一小题，它说 A 长这样 ，B 长这样，要求 T 倍的 A 向量加 B 向量长度的最小值，同学。那 T 倍 A 向量加 B 向量是坐标的话，就坐标啊。T 倍的一加到二六，这个是底。T 加二跟几 ？T 加六。那它的长度，哎，根号怎么样 ？T 加二的平方加上 T 加六的平方。好，去算一下，配个方根，两倍的 t 平方，四个加十六个 t， 加几？四十等于两倍的根号，对，两倍不是 t 的，两倍的 t 平方加八 t 加十六，加四十减掉三十二。所以算出来多少？两倍的 t 加四的平方加八。所以当 t 等于负四的时候，最小值等于根号八。可以吗？这个如果你们最近哦对自己有一些怀疑哦，因为你们现在也高三了，这高三很容易对自己的生活或者这个学业有些怀疑哦。那这时候我建议你们为一个人为榜样，真的，我觉得这个人可以带你们这个带你们很有旺盛意志力的往前努力读书。这个人叫做 Roland， 干，就是这个人真的是很屌，他是这个日本第一男公关。真的，看你们去看，真的，我想你们去用 YouTube 去看，看他真的是，我觉得实际上很少有这么
讲话这么求人。对，真的真的，你去看看，看完以后会被他那个被他深深的鼓舞哈。可是你再照照镜子，你会被深深的打击，因为他真的还蛮帅的，对啊。来，这个 OK 吗？第二题很简单哦。第二题很简单。第二点要讲的是什么？他说有这些点，而且三猪 A 减掉四倍的猪 B， 加上两倍的猪 C 等于零。三猪 A 减掉四猪 B 加上两倍的猪 C 等于零。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去求这个猪点，你要怎么做？同学以前很多人都直接就先坐标化。可是坐标化算起来哦，这题目都很乱，所以我会建议你们怎么做？你先把这个点拿来运算，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向量等于中点减实点，可以吗？可以吗？这可以吗？中减，然后把它经过整理就可以算出了。三 A 减三猪，减四 B 加四猪，加二 C 减二猪等于零。负三减二负，负加四等于负一，移过去变猪，所以把猪移过去就好，猪就等于三 A 减四 B 加二 C。你会发现这个式看起来比较简洁，懂我意思吗？最后再算成坐标，等于三倍的 A 坐标 ，A 坐标是几告诉我？哎，负一六，负一六。B 呢？三负一。三负一，加上两个 C。负这边几？四四。四四啊。所以这样是不是就比较好算？负三减十二，负十五，负十五加八等于负七，可以吗？十八加四，二十二，二十二加八，三十。对，好。知道在做什么啊？可以，可以啊。来，继续了。这个讲到这里 OK 啊。这个直接把它拆开来计算，好像这终点啊，这个、你要找到终点跟对称点。人在找头点跟对称点的时候，有时候会用向量或什么算。其实用这个点这样直接拿来算会比较简便。再来，我们来看189页的主题二，线性。你们不要说哦，看老师怎么一开始教的这么简单，废话是在第三题而已哈、哦。这个后面这一本的后面的题目就开始会比较难一点，是、哦、吧？来，我们来看第189页的主题二。如此，好，谢谢谢谢。哟，安静安静。哟，很强，这很强。我问你是，不是就两种结果？那这个。我是会怎么样？就干嘛？活下去要把死掉吗？干废话。不然这比一般要在哪边一天吃都会吃太多。啊！我刚刚一天吃，一天吃三颗哎。就是他直接睡死，真的哦。我睡了隔天吃一颗，他说吃超过一颗就有生命危险。就吃两颗。对。然后吃一颗，好吧，然后死掉。不会不会。元忠，你不要走，我死了你还可以上课。来，我们来看189页啊，还有今年哦，这个各位同学请记。
记得注意保暖。今年一定是他妈的超冷，九月就开始凉了，你知道吗？干，去年十二月我突然，都在穿短袖，我感受到今年的天气。第一场也要很豪迈，好不好？打喷嚏也要有姿势 ，OK？ 好，同学，这个再来讲这个线性组合。如果两个向量不平行，这时候在平面上就可以用来靠的。如果 A 跟 B 同学不平行，这时候任何的向量都可以用 AB 的组合表示出来，这个 OK 吗？如果不平行的话，来，假设这里是 A， 这里是 B， 随便好。再怎么不平，你是不是也可以延伸以后用头发平行四边形法去找到，可以吗？任一个向量都可以利用这两个向量的组合得到，可以吗？可不可以？那另外呢，要再补充一件事情，叫独立性。如果 A 不跟 B 平行，在平面中，If m 倍的 a 向量加 n 倍的 b 向量等于零，这时候会有什么结果？这时候 m 一定要等于 n， 一定要等于几？零。为什么 ？a b 不平行。我们如果要证明这件事情，通常是用反证法。我去令 m n 不等于零。这时候 m 倍的 a 向量就可以写成负倍负的 n 倍 b 向量。同学，如果这两个向量不等于零，哦，哎，还有一件事情 ，a b 非零向量。非零向量，这 a b 都不是零向量。那 a b 都不是零向量，如果 m n 不等于零的时候，这时候 m a 是等于负 n b。这代表 AB 会怎么样？这就平行的，可以吗？那同学，前提是 AB 不平行的非零向量，所以这时候是矛盾，矛盾嘛，矛盾代表是前提有错，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 MN 不等于零是错的 ，MN 一定要是零才对，可以吗？哦，这写一下好不好？不。以前呢，证明不一定有人抄，可是我跟你讲，现在我写的证明你们都一定要写过。我的证明并不是说它一定会考，而是说它是一个这个很经典的分析方式，你们可以用来讨论这个向量的问题，可以利用这些做法来讨论一些向量的问题。同学 ，AB 不平行 ，AB 非零向量，在平面中这三个条件缺一怎么样？缺一不可，懂我意思吗？好，好，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向量的分解跟分解公式。我的图可能会跟上面不太一样，哦，但是这个以我自己的图为主。我们说过哈，在这个空间里面，只要 OA 跟 OB 不平行，是不是任一个向量都可以用 OA OB 表示出来，可以吗？那如果这三个共线比例的 m 比 n 会有什么特点？这时候 OP 就可以利用分点公式写，交叉相乘再除以比例和，变成 m 倍的 b，m 倍的 OP 就行。
MLP 加 MLOA 再除以什么 M 加 N 可以吗？可不可以？好，怎么样证明这件事情？其实这个证明不是很重要，重点是你怎么样处理一个向量，把它拆成其他的向量。那基本上有两个方法，一个是用平行四边形法去对应，一个是用直接用三角形去分解，对不对？所以这个证明的过程，我会写两。我让你们看过的 ，OP 第一个，你话都不用说，我们利用平行四边形的两轴去观察，平行线截等比例的线段，同学算完，记不记得？所以 OP 向量等于 M 加 N 分之 N 倍的 OA 加 M 加 N 分之 N 倍的 OB， 因为平行线截等比例线段，是不是就直接得证？可以吗？这是第一种，你在看向量的时候，可以利用这个平行线的方式去做辅助，可以吗？去看比例。那第二种方法，第二种方法就是利用三角形去做分解，可以吗？你要看的 OP。分解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利用三角形法，那一个是利用怎么样？这个、就是利用扣用减，对吧？那这个时候 OP 我想要分解成 OA 跟 OB， 是不是要有 O 为起点？所以我慢慢写 OP 可以写成多少 ？OA 加什么？加 AP 可以吗 ？OK，OA 加 AP。那这个 OA 继续写 AP， AP 是不是可以把它分解成 AB？ M 加 N 分之 M 个 AB， 你有了 AB 以后，这时候 AB 是不是可以拆成 OB 减 OA， 等于 OA 再加 M 加 N 分之M 个 OB 减掉 OA， 那你稍微整理一下 ，OB 是不是单独的出现 ？OA 去减掉 M 加 N 分之 M 倍的 OA， 就变成剩下 M 加 N 分之 N 的，可以吗 ？OA 可以看成 M 加 N 分之 M 加 N 嘛 ，OA， 那扣掉 M 跟 OA， 是只剩下 N。对不对？再加上 M 加 N 分之 M 倍 OB， 好，来把它稍微的写一下，尤其是第二个，这个第二个哈用到了很多的分解的方式哦，所以你要知道一个向量你可以怎么分解，可以利用三角形的这个三角形法去分解，也可以用向量相减分解。那向量相减分解有什么特点？向量相减分解的时候可以创造出新的起点，有没有看到？创造出新的起点哦，可以吗？哦，所以这个证明蛮重要的，稍微的写一下，好不好？我感觉药真的很强，我都感觉不到我的鼻子，等一下鼻子让捏一下给你看。像麦克就怎样去做一下鼻子的那个鼻子的手术之类的。可以了，来，大家再继续下一下。打起精神了，打起精神了。好，这 OK 了。那坐标也可以直接用坐标号来算，可以吗？哦，好。
好，来，再来哦，这个这边写非常好。三点贡献性质，这等一下给他证哦。他说 A B P 为平面上的相异三点 ，O P 等于 O A， 阿尔法贝塔 O A 加 B 贝塔贝塔 O P。第三点，我们来看一下。他说 O P 等于阿尔法贝塔 O A， 再加贝塔贝塔 O P。他说：“这时候 ，P A B 贡献 ，alpha 加贝塔会等于几？会等于一。这一件事情怎么证明？同学，第一个 P A B 如果贡献 alpha 加贝塔等于一，这个 P A B 的 P 点一定在里面还是外面吗？不一定，只要三点贡献系数额就一定要是一，可以吗？那第二个要怎么证？”这个证明蛮简单的，什么叫做贡献？你先把前提写出来。什么叫贡献？贡献就是 P A 等于 T 倍的 A B 嘛。所以第一个 P A 等于 T 倍的 A B， 可以吗？再来，你看这题目是不是都有 O？ 是不是都有 O？ 你们看到都有 O， 代表你要以谁为起点？是一个新的起点 ，O 为起点。那这时候怎么样创造新的起点？用向量的手法，减法，对不对？所以你很明显的用相减啊，中减使 OA 减掉 OB， 会等于 T 倍的 OB 减掉 OA。这个证明的重要就是因为它的过程，可以吗？所以这个过程一定要写，要去想过。哦，这种证明就像题目一样，懂我意思吗？哦，是有一个效果。那一项经过整理是不是就好了？所以 O P 就可以写成 T 倍的 O B 加上怎么样？这移过去，一减 T 倍的 O A。同学，如果你把它叫做 alpha， 把它叫做贝塔，这时候 alpha 加贝塔就一定会等于几？一定会等于一，可以吗？好。把它写下来。所以，如果阿尔法加贝塔等于一，这个时候，同学看啊，如果阿尔法加贝塔等于一，那这个时候把阿尔法写成 t， 贝塔写成一减 t， 是经过整理以后变成这个样子，所以一路可以逆推回去。这时候 A B 跟 P A 是不是会贡献？可以吗？它可以一路逆推回去，所以它是个双向的键。好，接下来哦，这个图画得非常的漂亮，这个图介绍的东西非常的很棒哦。他在讨论线性组合的正负跟这个符号之间的关系。首先，如果这里是 OA， 这里是 OB， 这时候阿尔法贝塔 OA 加贝塔贝塔 OB。加加减减，在这个加加减减里面，这里是代表两个系数都是正，可以吗？哦，这个现在在180
九哎一百八十九，这个哇，这是正正可以吗？第一象限，那这里呢？负正可以吗？可不可以？阿尔法如果是负，贝塔是正，都往这边走。第三象限什么？负负。第四象限什么？正负。它有一个四个象限的概念，可以吗？那如果这里画了一条线，在这条线上的时候，在这条线上的阿尔法加贝塔是不是怎么样？就等于一。那你怎么样去描述这一块区块？这个区块怎么描述？在这一块区块代表两个是不是都是正正？可以吗？而且阿尔法加贝塔是大于或等于，所以这一块画线的区域叫做阿尔法加贝塔大于等于一，阿尔法跟贝塔都是正，可以吗？再练习一次哦。画了七拍。假设 OP 等于阿尔法贝塔 OA 加上贝塔贝塔 OB， 所以你这个斜线部分怎么描述？斜线部分怎么描述？首先，它是一样在这个共线的右侧，对不对？可以哈，所以一样是阿尔法加贝塔怎么样大于等于几？一。那第二件事情，它在第几象限？它在广义的第几象限？一二三四，它在广义的第四象限。所以这个时候，阿尔法要怎么样？大于零。你这个 x 轴要是正向 ，b 要怎么样？负向才戳进来这个地方，可以吗 ？OK。广义的第四象限，负正，在这一块里面负正。好，再想一下啊，再想一下，前几个。好，休息一下。OK， 那还有什么？
我今天还帮我们在一起，我还想今天喝杯饮料，然后再下班时间，真的不要说这种东西。
哎、欸，今我同学，我同学要买电子烟，我有吗？是，电子烟有点，屁啊，电子烟有点，没有，是啊，这个因为这个刚从酒货商直销。我买是那个是胶尼，中间没有尼古丁哦，就是我。这样子也是的，你知道吗？我怎么在吃啊？这样子都不要打下去到我头上。我不知道，我跟你说没事啊，对不对？我这张超贵的。我只不过是老头子啊，那考的这么多，没有一箱一箱。我跟毛笔头子的，配对又不要气。Thank you.
知道是谁，我在那里给你，我在上面。EQ 等于什么 ？A
AQ 减什么 ？AP。再来 ，AQ 怎么去化简？同学 ，AQ 是不是化成跟 AC 有关？那 AQ 等于几 AC？ 这时候是小单位化成大单位，请问你前面的系数要变大还变小？变大还变小？变大还变小？公分化成公尺，这时候系数要变小，对不对？所以这个系数应该是比一小的系数，这是三分之几？三分之二，可以吗？那这 AP 怎么样分解？利用分点公式，减掉三分之二 AB。加三分之 AC 可以吗？所以等于三分之负二个 AB 加上三分之一个 AC， 这样可以吗？这是我们算出来的 ，OK。所以答案是三分之负二跟三分之一。好，我们再继续啊。往下一页，往下一页第五题要去讨论的是，怎么样描述 P 点在 AP 上？P 点在 AB 直线上代表的是 PAB 共什么贡献 ？PAB 贡献，那会有两种贡献的表示法，一个是 AB 等于 T 倍的 AP 之类的，像这一种跟 ABP 三者有关，差一个 T 倍的，这是第一种表示法。第二种表示法是有一个新的 O 点，譬如说 OP。等于阿尔法贝塔 OA 加上贝塔贝塔 OB， 这时候阿尔法贝塔如果 if equals one， 哇哦，同学加起来和如果是一，那这时候是不是也是贡献？可以吗？所以是有这两种表示方法。那我们看第一个，对还错？这对贡献，它是第一类型的表示方法，可以吗？那第二个是对还错？第二个也是对啊，系数等于一嘛。那第三个呢？错，它系数是负一哈，不是一，可以吗？要是一才对，哦，可以吗？那第四个呢？三加负二等于一，也是对。第五个呢？五分之负四加五分之四加五分之一也是对，所以只有三不对，其他都对，可以吗？好。同学马上写这个一九一页的第一类题，自己写。
角形 ABC 中 ABC 中珠是 AB 中点，一点在 AC 上，而且一点二 C 珠跟 B 交于我们的 P 点，连 AP 的延伸线交 BC 于 F 点。要问第一个，设 AP 由 X 倍的 AB 加 Y 倍的 AC 组成，那问 X 跟 Y 是多少？可以吗？
等于 T 变成 AP， 等于五分之 T 个 AB， 加五分之二 T 个 AC， 可以吗？可以吧？那同学，你这样写完以后，这两个系数和它加起来是几？因为这三点贡献，用 F、B、C， 系数的时候是一，所以五分之 T 加上五分之二 T 等于一，算出来 T 等于几？三分之五。所以阿尔法这边去叫做三分之一。所以带回就是三分之一个 AB， 带回变成三分之二个 AC， 可以吗？嗯，是圈出来一个 x， 我们原本是不是这个式子？这时候我们要把 a b 换成 a， 主要换成几个？两个。因为你是说 a b 是不是等于几个 a 组？两个 a 组，就变成 x 那二 a 组。哦，是啊。可以哈，哦，这样看。好，先把这个写下来，这是最基本的方式嘛。这个有个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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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标化的式子我写在这边，把这个当作一个坐标系统，可以吗？把这个图当作一个坐标系统，可不可以？令 AB 的长叫做一 ，AC 的长叫零一。这时候你去解出这个贡献的 XY。是不是就是 AB 跟 AC 各有几个，可以吗？因为我们这时候确定 AB 叫做10， AC 向量叫做01，那这个时候 AP 啊， AP 根据提议等于 X 倍的 AB 加 Y 倍的 AC， 也就是说算出来 x 倍个10加 y 倍个01也是 xy， 可以吗？也就是说你列出方程式，把这个点当10，把这个点当01，列出来方程式算出来的 xy 就分别是我们的 ab 跟 ac 的系数，这样 OK 吗？这样 OK 吗？把 ab 当10，把 ac 当01的话，这时候我们写出来的 xy 方程式解出来的 xy 是不是正好就是我们 AB 跟 AC xy 的系数，这样 OK 吗？你可以吗？可以。好，那既然 这时候这样写，那我们来看一下，把 AB 当10，那珠点是几？二分之10。把 AC 当01的一点是几？零跟几？三分之一。你会发现这样子写啊，图会有一些比较有趣的对称特征。我故意这里都没擦掉。这时候，珠 C 这条线你会怎么写？有二分之零跟零一，是不是可以用结什么是什么句式？结句式，对不对？所以可以写成 x 除上二分之一加 y 除以一等于一。同学。这个式子是对应到我们刚刚的 C 珠贡献的方程式，对不对？同样的道理，你用 B1 这条线来写的时候 ，x 除以1
加 y 除以三分之一等于一。经过整理，是不是又是我们这条线？所以这两个做法本质是一样的，可以吗？哦，本质是一样。那解出来的答案是不是一样的答案 ？x 等于几？五分之一 ，y 一样是五分之几？哦，五 x 一样是五分之二 ，y 一样是五分之一，这样可以吗？哦，等一下，啊，刚好我这边是不是写错了？第二小题这边，哦，同学不好意思哦，基本上来说这个只是顺序颠倒了哦，因为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个我系数写反，不过答案很对，哦。答案就是这颠倒过来哈，你们刚刚这第二小题我这边系数写颠倒，你们自己稍微改一下。A F 应该是五分之二 A B 加上五分之一 A C 哈。不好意思，因为这个过敏关系，这写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会晃掉。是一样算出来的答案做法是一样的，根本一模一样，知道吗？只有这两个数据写颠倒，那你们只要把一跟二改过来就好，可以吗？一跟二对要改过来就好。
假设是假设阿尔法，代表 A 一个向量叫做 cos 阿尔法跟什么 sin 阿尔法，因为斜边长是一嘛，可以吗？可不可以？第二个向量在这里，这是 B 向量，长度一样是一，它的角是贝塔，所以 B 向量它的坐标化叫做 cos 贝塔跟 sin 贝塔。我猜你们应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那这时候中间两个角相减是什么东西？就是阿尔法减贝塔，可以吗？你把它看成两个向量的夹角，同学，把它看成两个向量的夹角时，这时候 cos 的阿尔法减贝塔等于长度分之 a 到 b。会是多少？分母是都是一 ，x 分量相乘加 y 分量相乘，勾勾加散散。你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可以用这个向量来证明这个两个向量之间的合角公式，来把它稍微的写一下。可能没有想过，哦，那有想过，那我们就好办吧。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啊，啊，
A 到了 B， 加 B 到了 A， 加 B 到了 B， 是我们展开来的结果，就是利用分配率把它分配开。再来 A 跟 A 到了，根据阵地性，它等于自己长度的平方，这个 OK 吗？因为自己跟自己夹几度角，夹零度角，常常口算零度是就是一。哦，口算零度是一嘛，再加上两倍的 A 到了 B， 再加上 B 长度的平方，其实这整个过程哦，是很多这个基本定理去支撑的，而不是你们直接随随便便看到乘就乘出来，可以吗？哦，这个东西把上面的简单的写一下，好。垂直内径是几？零，因为 cos 等式度是几？零，可以吗？ cos 等式度是零，大家记得吗？来，不会问我什么问题？你的问题可能是很多人的问题，问。我说那个大的是，这大的是内径的意思。哪个大？这个。嗯。内径的意思。哦。自己长度的平方是等于自己跟自己的内径。嗯。因为自己跟自己的内径加到是几？这叫什么性？正定性，可以吗？嗯。哦，这叫正定性。再来，我们要讲的是这个科西不等式。哦，科西不等式哦，同学，不等式它用来求最大值跟最小值，那科西。就是一个向量的结果，代数化的结果，就是向量内积跟长度的关系，代数化的结果，可以吗？好，怎么看呢？他说 A 长 B 长，同学长度相乘，一定会大于或等于这两个的内积。为什么？因为我稍微讲一下啊，这个内积等于 A 长 B 长，再乘以什么？cos 西塔，这 cos 西塔介于一到几之间，负一之间，所以长度相乘当然会比内积来的大，可以吗？因为内积中间有乘一个 cos 西塔，可以吗？那什么时候 cos 西塔等于一？可以吗？那接下来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我们把这个式子平方，因为长度里面有根号哦。其实呢，我们平常看到的那个科西不等式，就是这个条件我们坐标化的结果。A 长如果是坐标，可以写成 A1 平加 A2 平，可以吗？那本来的长度就有根号，根号跟平方约掉。右边再乘上 B1 平加 B2 平，就会大于等于 A1B1 加 A2B2 的什么方的平方，可以吗？这个就是科西不等式，可不可以？全部都是相加的式子，所以你科西不等式使用的时机就是全部都是相加的式子，要求最大值或最小值的时候就可以用科西，可以吗？哦，好，大概这个样子。那同学还有一件事情，什么时候等号会发生？当等号发生的时候，这时候西塔要么等于零度，要么等于几度？一百八十度，对不对？可以吗？因为负一带进去的话，平方又会变成一，可不可以？注意，我们是有平方过的，可以吗？这时候所代表的是什么东西？A 跟 B 向量要怎么行？如果夹角是零度，跟一百八十是平行的，可以吗？哦，那这样是平行，这两个向量它的分量会成比例 ，A1 比上 B1 会等于 A2 比上 B2， 来，这个就是科西不等式，可以吗？
有没有人没有办法用向量去接受科系不能吃？举个手。如果真的觉得干，我他妈不爱向量，有没有？没有，很好。那如果有的话，我跟你们讲，实际上这是可以用代数证明。没有没有用代数证明的科系不能吃。没有，其实它是可以用代数证明的。代数证明就很简单，就移过去去减会大于等于零，就这样。好，这样很简单，我教一次。我代数证明就是这一句话，这句话你要怎么证？我们这句话是说明嘛，用这个向量去说明。那早期没有向量的时候，它是怎么做的？就是 a1 平方加 a2 平方乘上 b1 方加 b2 方，减掉 a1 b1 加 a2 b2 的。你是把它相减嘛，对不对？减完如果是大于等于零，是不是就等号成立了？所以这个不等式就成立了，可以吗？那你们有没有做过这件事情？A 加 B 的平方是 A 平 B 平再减掉两倍的 A1， 可以吗？看起来很复杂，其实超简单，越掉越掉。等于 a 方减掉二，把这里对调一下，看得懂吗？是不是有剩下三项？对调一下就这里了。不得证，可以吗？这是科系的第二种证明方式，你可以利用代数去看一个解问。好，那证明文同学，那等号成立是什么意思？当你这个是等号成立的时候 ，a1 b2 是不是要等于 a2 b1？ 代表什么意思 ？a1 除以 a2 等于 b1 除以 b2， 把它除过去，除过去就变成这个式子，跟这个一样，可以吗？可以吗？好，想一下啊、哦，这个就不用烧了，你们稍微想过一下。还有一件事情哦，就是这个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做到。那这件事情就是基本上来说，虽然我感冒过敏，但是我的上课的这个品质还是不会到很奇怪，你懂我意思吗？你们自己读书，自己在做事情，以后长大的时候也要想办法去成熟到这个地步，就是一些心情、一些什么什么事情，不会过度的影响到这个你们在这个生活进行的成果。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成大的都是借成功高中考试，对啊，然后这个我那时候考这个研究所第一个也是考成大，然后考成大之前呢，就是我跟自己讲说，我希望就是我的状态稳定到我纵使天打雷劈被车撞了，只要有一只手就可以去考试，就是我爬进去还是可以去考试。结果上帝果然给我挑战，我考试的中间我吐了四次。我其实是一个很容易紧张的人，只是你们可能看不太出来。我这是一个非常容易紧张的人。那这个我在考每次学校我们的考核都是一样，我这身体的状况都是非常不好，然后我一直吐啊，我这个
这个尤其我读完化学跟物理的时候，我一定会吐。我那时候我吐了一整个高三，你知道吗？我吐到考自考那时候天气有稍微好一点，考自考最后才比较没有人吐。所以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是一个这个身体状况对于这个影响很大的，所以我做什么事情，我就是比别人更用功，这样，对，就是比别人更用功。我那时候给自己的期许是，纵使雷打下来，我应该也要考到我要的学校，因为我就是很想要，你知道吗？当我想要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就会变得是一个很偏执的人。单选 B 吧。
安全 B、哦、我们休息一下啊，等下从第八题开始。并且是定坐标吗？为什么他们都没有定坐标就没有？超时。那他要写坐标吗？有啊，讲第六点。你们都没有敲，没有一个人有敲。我的 fuck！ 我找一个有敲的，要不然我更不要坐标。
是中中点连线吗？坐跟死的，对不对？看，我操！我刚刚看到了，看见了。哦，我还真的没这样子过。但他可以啊，他爽就好，他爽就可以，因为他是有这两个向量展现出来的。重点是这两个都闪，你要看到。Thank you.
不洗肾。没有，你穿，你是买过的装。是吗？你就穿这个。他们换到多少钱？可不要哭啊！我付钱，所以先付两万。好，我去洗了。你要记得带便当。宝贝。有屁股啊，他没有，他没有坐，对他没有。他是真的没有。退后掉。干，有的有。哦，我知道，我知道。大家，我们要上课了。哎，那你要来，去上厕所。会有塑化剂，然后最近热水会有塑化剂，不是不是，这是后面那一句，后面那一句，这是后面那一句，讲讲，后面那句什么？你等下等下你要走，我今天不走，我自己去走，这个自己讲，你自己去，自己去讲，自己去讲，自己去讲。第八、第九题是类似的问题，而且它蛮简单。勇敢一定有罪。